外国人入境卡、姓名、国籍、护照号码、在华住址、男、女、出生日期、年月日。入境事由只能填写一项：会议、商务、访问、观光、休闲、探亲访友、就业、学习、返回乡驻地、定居、其他、签证号码、签证签发地、航班号、船名、车次。以上声明真实准确。准确。签名。外国人出境卡。